富城碗底有两撇步，一撇步煮食有手咯，一撇步来画鸡仔咯。先看你的距离怎么样啊？对，是要露出来吗？看了哈，有按了按了。可以。会喘。手腕要练一下，反正还是比较难一点。其实画坏了你们会修吧？我们不会修，不会修，就会我们希望保留每一个人最真实的笔触。我又不是苏东坡，要是现在对安徽写书法的人，前面那栋已经停，对，那好像笔画太少。啊，会掉你是画孔子庙？不看。市长画那栋笔画很多哎，可能。市长那一个笔画很多，对啊，好多线条。他可以应该跟议长一起画，那那一栋要那个文学馆的，哎，对对，他们三个 ，OK， 好棒。